好，那个我们差不多要开始今天的活动了。那首先照惯例，我还是要来做个开场。我一直去年活动结束的时候，我就在想说，明年我一定要找别人来做这件事情，但是还是我在这边，所以那非常欢迎大家来参加今年的 JC Conf。那我是浩晨，因为今年是刚好也是 Java 25周年啦，那所以上半年陆陆续续。一整年其实都蛮多，世界各地的 JUG 有相关的庆祝活动。那不过大概台湾应该是少数，就是还有办实体庆祝活动。我们在八月的 JUG 有办了，就是JCP 二十年跟 Java 二十五周年这样子。然后我们照规矩还是要看一下这张啦，就是虽然我去年好像有放啊。那大家很多人说 Java 是二十五年了，是不是越来会跟 COBOL 一样快死掉了，越来越没有人用？但是从这个图表上看出来，其实虽然比刚开始20几%稍微低一点，但是基本上陆陆续续一直都还是在前三名左右的位置。那 Java 二十五年会不会觉得有一点太老旧呢？可是相反的，我反而觉得这几年其实它进步的会比往年还要更快，因为比方说我们从 Java 十一、十二开始之后，它我们现在是每6个月有一个 release。所以其实在13、14、15我们陆陆续续看到像大家其实一直讨论很久，然后感觉都永远生不出来的功能，可是13、14、15其实 Switch Expressions、Text Blocks 或像 Recurse 这几个都陆陆续续的在这几个版本，那也许大家都还没有用啦，但是如果下一版的 LTS 出17 LTS 出来之后，我相信很多人会升级，那你就可以用到这些新功能。那另外一个痛点是，以前如果你的 heap 很大，你可能超过 8G、16G，你可能就有问题是我在 4GC 或是什么 post time 太长了，没关系，我们现在新版的 GGC 或是 Shenandoah 它就会保证说，不管你的 heap 多大，它官方文件说到 16TB 它都可以保证 post time 不会超过10 millisecond。 那如果你想要把你的 Java 程式compile 成一个 native 的执行档，而不需要装 JVM， 我们有挂 VM， 那或者是像说下面还有一些比较瓦哈拉或像 Room， 这其实都是，这其实有些跑很久了，但是其实像 Room 现在其实也有测试版，你可以下载来玩 preview 版本。所以其实我觉得 Java 这几年还是陆陆续续一直有在创新，而且其实脚步比以前更快。好，那稍微讲完这个之后，我们还是要镇定宣导一下啦。首先是防疫规定，因为这个是政府要求的，所以在会场的时候如果没有吃东西、喝饮料的情况下，请大家要戴上口罩这样。我记得秋冬方案是要罚钱，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到十二月，所以应该还不会。但只是说，还是请大家配合一下。那另外就是请大家协助填写健康声明书，这个也是政府要求，实名制的部分。那我们有用了那个教育机构治安验证中心的 template， 所以我们有设定排程，28天后就会把这个今天的活动资料全部删除，所以各位可以放心。活动守则一样，它是稍微带一下。我们详细版的活动守则在我们官网。那简单版就是请尊重所有与会者，如果你有遇到什么问题可能的话，可以找工作人员，上面写staff 这个都可以。然后其他注意上就是刚刚大家有提过，请大家全程佩戴识别证这样子，然后场地里面的话有盖子的饮料才可以带进来。餐饮的部分，早餐就在刚早餐还有下午的茶点都在刚刚大家拿那个餐点的地方，在那个大厅的地方。便当的话，荤食我们会进来发，那素食要请各位到外面拿。涂鸦墙，照管理我们的涂鸦墙上面会有很多题目可以让大家去投票，这个其实每年也蛮多人会有很感兴趣，会到底哪个票数怎么样这样，所以请大家可以到白板墙上，涂鸦墙上面投票。白板两侧有不同题目，但我记得今年好像另外一侧还没有题目，今年写比较少一点。这个比较重要是。我们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有些讲者没办法过来，所以我们有几个议程是远端的议程，所以可以请大家帮我扫一下这 QR code 吗？如果等一下你在远端议程上有问题的时候，请到这个 Slido 上面，留你的问题，然后我们会在远端讲者一讲完之后，把问题给他，请他回答。所以因为比较不方便让大家举手发问什么的，所以我们会用这个来收集大家的问题，所以请大家帮我扫一下这样子，可以吗？好了吗？好了吗？402有扫吗？好，如果没有的话，在我们聊天室也会放啊，所以可以上聊天室看一下。好，场地图大致上
应该没什么问题。各位在的这一间是401、402AB。然后因为线路的一些关系，所以联播的这早上是联播这两场议程，我们可能不会开放402CD 还跟大家说声抱歉。下午的话，楼下会多一场203，就在一下电扶梯就会看到了。好，照惯例，我还是要感谢一下各赞助商啦，因为如果没有这个话，我票价要涨更高。感谢今年的钻石级赞助，也是我们每年的赞助伙伴，松林科技。那松林科技是台湾金融资讯服务业技术领先的领导厂商之一，提供了最专业的顾问服务、系统分析整合、程式开发测试等等，并且专注于交易与安全性的设计，替客户建立起最完整的系统。那也要感谢今年的唯一的黄金赞助 LINE。那 LINE 总部位于日本，那以拉近你我的距离为企业使命。透过多元的行动服务与内容，致力将人们资讯与社会紧密连接。好，这个我觉得念起来比较有感情。好，那白银赞助 Innova、JetBrains、Oracle、MySQL， 还有我们也很有点意外，就是今年台积电有赞助。对，然后感谢青铜赞助 Amida Jobs， 所以康格科技跟电子报。那特别感谢就是 KTS、Bushel 跟克利克。那最后还要感谢讲者还有各位会众啊，因为今年其实一直到五月份的时候，我们都还觉得今年的活动大概要取消，办不起来这样子。所以因为那时候疫情依然严重，然后政府也不允许办这么大型的活动，所以我们那时候其实一直到六月才开始筹备，才开始决定要办，然后开始筹备。所以今年的活动会有些都地方稍微比较仓促一点，所以可能没有做得很周详这样，那还是很感谢各位讲者啊，还有购票会众的支持。如果没有你们的话，今次不会有今天这场活动，谢谢大家。